Hello， 各位新加坡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五月天。没有任何一个梦想太大而遥不可及，没有任何的梦想太小而不值一提。我们的每一个舞台都是用梦想堆砌而成的。你快要被现实打败了吗？不要放弃，九月份和五月天一起追梦。